你是啥物啊？胡搞杂散，先来团结官长。到底什么人救我？我刚吞落，我嘛袂记我要讲啥。你袂记你要讲啥？要唔我会记你吼，我伫遮看过你。我嘛感觉真面熟。若是安尼，我吼手直也看，面也看，目睭若背景就看到你的面。你目睭背景看到我的面？啊！我想到伫遮看过你啊。倒位？我若透早起床要洗手面的时阵，看到迄个水影。就是那个水影的水中人，对啊。啊，我咧啉烧酒的时阵哦，迄、那个杯啊，内面迄个烧酒影，就是浮到你这面。原来啊，我是伊个水中影，你是我的杯中人。刚刚你讲嘛唔对啊？你看到迄个杯仔底的水影，是看到你家己啊？那有可能是看到我？奇怪啊，头一摆见面。这连面容体格这样尼同款，阿公哦，亲兄弟啊哦，嘛唔这尼啊同啦，无法度相识。对啊。我讲来。哎，你搁知啊？你知啥？咱老母去对着伊老爸。哎呦。乌白讲话啊。哦，安尼要安尼讲屁嘛。本来就是啊。伊、老爸去感受恁老母。怕死。你欠人家超越做啊？哎、欸、呦，这种代志哦，一定有原因的啦。你当我无白讲，讲我规是共款吗？我毕竟，啊啦，林州嘛，总算找着你啊。林州甲祖妈啦，哇，那错来错来，你即马是安中风药啦？我跟你讲哦，啊，这个不是阮人，阮人无这种。老公，你咪来跟我洞房啊未？你要讲啥我听无？意思要跟我困下未啦？无可能啦！我哎呦，是你小妹啦！我跟你讲哦，我即摆有一个秘密在我手头。你有啥秘密？哦，你敢若要甲我捅下来看？对，我要甲你诈骗。真的诈骗？我师父放我下山以来，讲我出山了后，但是看到啥？我鬼事耶！不是啦，出山。下山啦、啊！哦，下山啦、啊！嘿啦！下山以来，但是看到两个寒冰嘞。你才在讲面啊！你讲面讲面啊！不是两个讲面的啦，我就爱摕着一张的汉丝批给你看。什么叫汉丝批？一张的批信呐，金龙呐、啊。你山顶来讲的话拢听无？都是山上来的啦。哎呀，山上来的一个批。你到位啊？我喜欢怎么样？你喜欢什么？我收到。伫倒？啊，佫出废气的呢。我废气。嘿哦，爱佫连啊聊，你知无？哦。即马几点嘛？坐高铁嘛袂有啊？拜托啦。爱去高雄。哎呀。高雄就连啊聊。唔是啦，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安尼啊，喂。遐你家己摕，我无要摕。我师傅讲，迄重要物件，佮重要的是。我较易收啦，我来摕啦。别，我摕啦。我大唔敢摕。哦，哎，创个生意，淡薄凉味凉味啦，你收味大，你这个话讲会出来，什么味？凉啊味，凉啊味，羊奶的味道，你知无？古金龙到底内面写什么？江太龙就是我家大汉后生，王金虎。幺六零欧碧金，王家第二后生，叫做王金龙。你我是龙虎兄弟，真是双胞胎。还佫有无？有。第二，第二就是王家查某囝王金虎。王金虎，第二是
别路会啥嘛？你熟悉吗？我无熟悉这个人。我嘛无熟悉。我讲迄啥物？啥物迪卡？唔是讲啥物啦？我未讲。那有可能嘞？我一旦确定讲我的身世，确实有影是王刚的后代，也毋过当初时，我的养父捡到我的时阵，血洗在我的伤员身上，血洗在来龙去脉，我完全未当了解。如果你手上有这方面金龙，会当为做证据，这更加无可能。自我的目视时，我伫乌家，阮老爸听着这话，我年轻年的亲生仔，那有可能我是捡的？王达啦，哟，今日啦，因做老爸来啦。高小空突然间叫爸，来，进来，惊出家人，哦，我带你冲呀！阿姐啊，爸，那哪惊？你老是对我讲，甲这差来，我是不是你的亲生的囝？你哪向我问这问题？你话你讲这是少年的？哎呦，跟我这同款的。啊，你哪哪生啊这么戆啊？阴龙注定，我是丁火兄弟双胞胎。所以阮的面容体个只只同款，我嘛感觉无切高清。自我下世时，我就伫乌家逍遥自在。哪里来有一个兄哥嘞？